那上礼拜谈的有没有问题？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复习一下，对，看那个，62页这边哈，等于说这个婆罗门尼。然后问为什么生命里头升起的这些苦或者乐或者不苦不乐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产生的那之前在那时候的那个文化状况里头他们认为说，哎，生命呢？就是包括说这些所谓的苦乐受一样，它是由自体而产生，或者呢由外力而产生，或者由自体跟外力各一半合起来，所谓自他所共生，或者呢无因无缘而生，所以它这是原本在2500年前的时候呢，那些所谓的那个一些宗教式的这种说法这样。那佛陀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佛陀说，苦乐受呢是怎么样？随因缘而生。那什么样的因缘呢？其实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不是佛陀怎么说我们就去相信，而是从佛陀怎么说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里面呢，我们去直接的能够去检证。比如说他这边讲说。要有眼呐、啊，哎，眼色为缘，对不对？然后触眼是生，然后才会怎么样呢？生起受，其实这个受包含什么呢？就是受想思的。所以上礼拜这篇经文其实在讲什么呢？我们的感受、念头、意志性的行为，包括这些觉知的现象，其实包含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整个生命经验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发生的？是怎么发生的？是自己发生的呢，还是向上帝创造的呢？还是有一些是自己的原因，有一些是上帝创造的呢？然后还是呢，根本就是无因无缘，然后这样自然而生。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人生里头，或者说在透过人生的经验呢，在寻求所谓的超越，或者说解脱之道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如果与你的心灵彻底的认证了生命经验的构成，它的实相，那其实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你的苦也好，乐也好，幸福也好，解脱也好，都怎么样呢？都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下里头在发生。所以重点在哪个地方？重点是去从你的心里头彻底的去了悟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说，你看，生命其实就是生命经验。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哦！不要小看这句话，生命就是生命经验。我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这么很，就是我们在那个面对生命，或者说在探求所谓的解脱上面的那种盲点，直接把它缩述到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你看，生命就是生命经验，对不对？生命就是生命经验，没有经验以外的生命，生命就是生命经验。那生命经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六根触六尘，然后识升起，然后受想识升起。所以生命经验呢，就是六触入触，对不对？其实这个要。就是你们要去深思，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禅宗里头讲说啊，心外求法。心外求法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其实就是
在六处入痴之外呢，想要去找所谓的解脱的境界，或者想要找一些那个奇异的那个状态，那就会让我们的心呢怎么样，不断的向外去攀援，然后陷入一种迷惑，那常常会怎么样呢？迷途而不知返。所以我一直做这样的归结，生命是什么呢？你看你可以很简单的回答，生命就是生命经验。那生命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六处入处的经验。那你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所有的苦或者乐，信或者不信，有没有解脱或者戏服，它在哪里发生？它就在你六根处境的当下在发生，你不用再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就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你看到说痛苦就是你当下的经验，有没有？快乐也是你当下的经验，解脱也是你当下的经验，有没有？束缚也是你当下的经验，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你这边要很确定，你如果很确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和尚尼啊，这个问优陀夷的这个婆罗门尼啊，他为什么会开悟见法？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知道这个意思吗？生命就是生命经验，生命经验就是六处入处，所以一定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我们的身心经验、色受想行识的经验呢升起。所以所谓的苦或者乐、解脱或者戏服，都一定是当下的境界。所以佛陀一直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即身观察，缘自觉知，现法通达，不待时节。即身观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你的身心当下去观察。那身心当下去观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六处入处的当下。那你能够即身观察，缘自觉知，觉知到当下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实相，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或你面对当下的苦或者乐，那你都能够怎么样？平等舍心住，来，有贪觉知贪离贪，来，然后呢，你当下可以自知作证，苦灭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即身观察，缘自觉知，现法通达，不待时节。没有说你要等待三大阿僧时节，或者说等待你什么样的时候你才能怎么样，不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直接就用这篇经文作为我们说这原本讲述了佛陀的觉悟，然后他觉悟之后转法轮经，然后阿耨居林的觉悟，然后直接就进到这篇，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因为佛陀的觉悟就是在菩提树下，他怎么样？他正观他的六处入处嘛，就是正确的观察他当下的身心经验，有没有？怎么样发生？怎么样聚集？然后怎么样流转？所以他发现，如果对六处入处的当下不如实知，陷入无明当中，就会对于当下升起的境界产生贪爱、执取或者抗拒，所以就会升起怎么样呢？有序的冲动，所以就会有那种接续而来的六入处会发生，就有所谓的轮回的现象的产生。那如果如实知见这个六处入处，它是怎么样呢？原生的、无常的、无我的，所以怎么样呢？自觉性的在六根处境的当下保持这样的怎么样正知正念舍心住，所以有受想行识的升起，但是没有贪爱执取的升起，没有贪爱执取升起，就不会有序的冲动升起，没有有序的冲动升起，就不会去制造未来的六处入处，就不会有未来的五阴升起。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觉悟啊。那所以这个和尚尼问优陀夷的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不是表面上的那个问题，事实上他就是在问说，这个生命经验它是怎么样在发生，它是可以怎么样去极灭的，有没有？所以他说苦乐受从何因何缘而生，苦乐受可以何因何缘而极灭，在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样清楚吗？那所以当优陀夷跟他讲，那就等于说就请和尚你自己去观察啦，是不是要有眼，有没有？
住到色境，然后呢眼识升起，所以才会有缘这个根尘识，才会怎么样，受会升起。所以这个受，我们说这个受其实在讲就是生命经验的升起，受想识的升起。哎，那对你来讲，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对你来讲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现在的意思是，讲佛法哦，可以讲得很深。有的人他喜欢听那种，哎，比如说像华严世界啦，各种美妙的境界、奥秘的境界，然后陷入那样的一种遐想里面。那他当他的心暂时性的进入那样的一个宗教的遐想的美好的境界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当下是苦灭的，没有问题。哎，他进入那个美好的那个遐想，那痛苦不在，因为他转移了。因为我们的心一次只能有一个念头，一次只会有一个所缘。那他现在缘的是一个美妙的华严境界，所以他在那边想，甚至那可以融入其中。哎，啊，所以他进入一种宗教的愉悦感里面。好，那我们现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这个时候的宗教愉悦感在哪边升起？一根触法尘嘛，对，就是心嘛，就我们讲的心意识触这样的一个想，触这个境，所以升起了对于这个境界的这样的一个觉受。你看，它还是在六处入处哦，对不对？它还是在六处入处，看到没有？那我们可以讲很玄的东西，但是呢，原始佛法其实它本来不来这一套。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他没有那么多的宗教想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华严经，那时候也没有妙法莲华经，那时候也没有般若心经，那时候也没有圆觉经，那时候也没有楞伽经，有没有？那些经典都没有，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悉达多当下面对自己的身心现象的那种如实，想要去如实了知的决意而已。啊，所以这是重点。所以我们一直常常在提醒那个同学，就是说回到菩提树下，回到菩提树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把你脑袋里头的原本的那些宗教的知见跟想象都暂时怎么样，哎，把它放到边边，先放下来啊。没有叫你说一定要丢掉它，你先放下来。那放下来之后，你就回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你看你所有的经验都在生命经验的当下在发生，而生命经验的当下它一定是六处入处，它一定是六根的境界，对不对？那所以重点就出现了，那所以这里重点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想要去追求解脱，或者要去追求些什么，对吧？你看哦，如果我们不是依据从实相而来进行这种解脱的工程，哎，你会发现那怎么样？那解脱变成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你都会构设，那就变成不是依据生命的实相而在构设的那种解脱的幻象。爱观刚点，今天去他们什么时候在去他们那些幻想里面？哎，那比如说，这个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有当下有痛苦产生，苦受它是你当下的经验，哎，那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什么呢？这个苦受何因何缘何己而生，哎，你就会很清楚看到这个苦受是因为你听到某种声音，或者说你的意根触到某种想，就你已经触到某种境界，你觉得不合意而生起抗拒，所以痛苦产生。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又可以看到，那如果你触到这个境界，对它没有抗拒，你看你就不会有痛苦产生。那你看你又会看到，那我凭什么能够对它没有抗拒呢？重点是这个。这个就是重点，所以就等于说，这篇经文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如实的去观察所有的生命经验，都是缘
六根处六境六识升起到受想思才会升起，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样？你看他这边有讲有没有？都是因缘生，都是因缘生。好了，那这什么意思？你看我们如果说刚才那孔也都因缘生，对吧？你说因缘生就因缘生嘛，有没有？但是至于你的生命有没有产生觉悟性的震荡呢？这就是问题啊、哦！所以我们一般看这个经文要去深思，哎，为什么这样这个和尚你就会觉悟，为什么我看这么多人都不会觉悟？问题就是在这。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没有进到文字背后或者文字里面的那个心灵的深度，所以变成你看很表面的。那一般在比如说一般宗教界，我觉得那些宗教师他们解经可能就直接从文字上面解，说对啊，刚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没有？我们也听说像在台湾的这些佛教界里头，纵使他是所谓的大乘佛法的，对，那他们的佛学院呢可能也会安排一年或者半学期，他们就读杂含经、啊、快速的这样读过去，比如说、啊、他们认为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小乘法嘛，有没有？然后这样好像有一个基本知识，这样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心态、哦、你逢想读懂阿含经，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阿含经的记录，它所留下来的最根本的那个精髓是什么呢？是佛陀的觉悟的道基。那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阿含经呢，去怎么样推，就进入佛陀觉悟的心路。啊、所以你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这款字的这款读法，那它就装等于装填在你的脑袋里头多一些知识而已，并不会带来你生命真正的觉醒、哦、但是你看光这样一篇经文，那个和尚你觉醒，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一切如果都是、我们这样讲、啊、当这个和尚你确定，你看他整个生命经验都看到他什么呢？所有的生命经验原来都是随因缘而生，对不对？好，那这里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那既然都是随因缘而生，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也一定是随因缘而灭。那随因缘而生，随因缘而灭，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无我的，他不是任何人去做主可以去掌控想要去宰制的，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无常的，他是生灭的，他是不断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因此当他的心契入这样的一种正思维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如果自心有任何不恰当的贪欲跟执取，有没有？那都是不自觉的带来完全不必要的，听清楚哦，完全不必要的痛苦跟烦恼。所以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他看到什么呢？原来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样呢？是随着因缘而生，随着因缘而灭的。所以自觉性的安住在这种缘起的这种正见，有没有？然后呢，不再去抗拒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实相。嗯，这样能感觉吗？你看，当你这样去思维、去体验、去进入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呢？你原本对世间的执取，你看到它怎么样？它的无效性，它的无意义，甚至你会看到那个执取本身的我慢。那你就看到说，哎，你世间当中的这些痛苦，你会看到它的荒谬性，看到它的愚痴性。如果够深，有没有？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啊，所以这个和尚你有很深很深的体验。然后所以他，你看他原本是外道啊，那这个时候透过这种觉悟，他的心，我们说意解心开，他看到了生命的实相，断除了他对于生命的这种疑惑。那一定是这样，断
断除疑惑之后呢，很多的痛苦烦恼呢，它会像怎么样呢？像那个干枯的叶子，它会掉落。比如说你真正正见缘起的这种实相，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你发现很多的那个执取都变得非常的荒谬，很多的痛苦烦恼都会变得非常的荒谬。你刚听到这个意思，因为当你的心契入一切都是因缘的这样的一个正见，而这个正见呢，它不再是脑袋里头的概念，是你的心有真正的那个感动。那由这个心出发，你就会发现说，原本的对这个世间的诸多的执取都显得那么没有必要而荒谬啊，所以你会怎么样呢？会升起一种很深的感动，所以会皈依，会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就等于透过佛陀所传递出来的这种教诲，依据这种教诲来怎么样，来开始转化自己的身心性命，这个叫皈依佛，皈依佛陀的教法啊，依佛陀的教法来转化自己的身心性命，皈依僧，随着亲近的这种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取向，有没有来转化自己的身心性命？那我们这样讲，这些这样讲起来其实很啰里吧嗦。其实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的三皈依啊，我们说皈依佛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对不对？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皈依真理，皈依真正生命的实相。因为佛陀就是见证生命的实相，所以你真正皈依佛，不是在皈佛陀那个人，而是在皈佛陀的智慧。而佛陀的智慧其实就是宇宙的究竟实相的智慧，法就是通达宇宙究竟实相的修行方法，僧就是随着佛陀的教法而不断的在修学，通达这个究竟智慧而究竟觉悟的这些学习的这些僧人修行人，不管在家或者出家，有没有？所以真正的皈依只有在这一刻才会发生。其实真正的皈依只有在皈依者真正洞见了宇宙生命的究竟实相，才会有真正的皈依产生。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怎么样呢？看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宗教师不错，有没有啊？所以他去皈依，然后拿个法号，对，或者就过某种宗教性的那个生活。但是呢，那个皈依还没有发生。所以当这个，当你内在的这个心灵觉悟的时候，那个皈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皈依是对于宇宙生命的究竟真理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绝对的臣服。臣服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实相，你看到实相啊，所以会升起那种感动。就像我们上一个系列有没有，就像圆娃娃看到大海一样，圆娃娃进到大海里面去，Dicky 开始溶解，所以他会归大海，他会融在大海里面。那一般人，你看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呢？注意去感觉哦。你看我们一般人是活在我们的自我意识里面，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它难在这个地方，不是觉悟本身困难，不是，觉悟很简单，觉悟很简单。但是呢，你要通达觉悟的那个开关，那个开关是我们的无明自我意识呢一直阻挡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没有？那透过很多种方式的那种锻炼，有没有？比如说禅修啦，或者像有些那些很多的仪式啊、诡异啊，让你啊，包括像禅宗很多种那个设计啊，让你进行很多种工程，然后呢，那是在干什么呢？把你原本夹带在你这个身心的那个业力习气呢，透过这个过程让它怎么样，让它变得非常的没有作用，无效了。干嘛要怎么落下来啊？你的原本穿在身上的这个业力的这个盔甲掉下来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什么呢？原来光秃秃的，原来你一丝不挂，寸丝不挂，它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个婆罗门女这个时候她体会到的也是这样啊，一切都因缘生，所以你就看到是什么呢？你内生因缘生，外生因缘生，内外生因缘生，所以她怎么样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当下那个实相呈现在他的那个心眼里面，对。那你看，如果说我们读这个经文，只把它当作哦，刚才看起来告诉，安尼未贴啦，那对你的心灵呢，不会产生那种某种激发的作用，甚至呢，不会产生那种醍醐灌顶的作用。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和尚你想觉悟，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在禅宗里头，他们会都会想办法怎么要让你先起疑情，你起的疑情，疑情破了，你就会有所悟，大疑小疑，大悟小悟，它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你的内在如果没有想要去探究这个宇宙生命的这个究竟实相，或者说你的生命里面呢，没有那种说哎，我要让我的生命呢达到那种彻底自由自在解脱的这样的境界，你没有这样的心，你就不会觉悟，你就不会解脱。其实其实真重要，是这样啊。所以大多数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宗教里头有时候会看得蛮可惜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宗教的这种修行人，他们内在里头是有某种东西的，比如说他是想要去探触生命宇宙的这种究竟真理，或者呢他想要让他的心灵呢达到那种究竟苦灭的境界，或者呢他用他的字眼就是要让他达到一种解脱自在，生命全然充满喜悦跟自在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他跟随某一个宗教师，他做某一种皈依，他念某些咒语，对，他本来是要这样，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宗教师所设计的很多的那个行为，会把那个教徒原本的这个心他怎么样呢，会迷失掉，会掩盖掉啊，咱来做犯悔啦，咱来奉献啦，好不好？咱来施食啦，完了什么？咱来冲下啦，咱来冲下，有没有？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把原本心灵里头的那个最原初的那个悸动，有没有？又因为对于宗教师的信任，那宗教师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领悟真理的人啊，所以呢，借由宗教师所设计出来的那些仪轨呢，因为他的信任，有没有？然后结果又把那个原初的悸动呢把它盖住，反而会越隔越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禅宗他要走那样的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其实我的了解是这样啊，反而大乘佛法是比较属于宗教性的，禅宗是比较属于接近原始佛法。禅宗的什么呢？追求觉悟的心是原本真正原始佛法的心灵，因为那个就是原本悉达多的心，悉达多就是想要觉悟，所以他才去求道。那你会发现禅宗的修行人呢，他们就是想要觉悟，所以这个被吸引嘛，是的，这一话头一直参到撞墙了，他还是参，有没有？然后那样一二十年、三四十年，曾经啊，在唐宋时代，有没有？不管说他们用那样的方式到底恰不恰当，那是中国文化里头特殊的一种觉性的花朵的展开的方式啊，你看他们在追求的是一种觉悟。好，那回来，所以我现在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哦，表面上这好像是宗教，那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哎，当这个婆罗门女，我们这边他讲叫和尚女啦，就是也是一个女修行人的意思，你看，他的心觉悟了。你会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简单来讲，你看呢，那就表示什么呢？他原本的疑结疑惑脱落了，对不对？你看，像我们一般很清楚啊，我如果疑问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我心里头会有一种重担感，会比较不快乐，对？会有被束缚、被压一种重压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事实上呢，一解心开，我们说见法入流觉悟的时候，他一定是怎么样呢？他一定是进入一个相对于他还没有觉悟之前一个怎么样自在的解脱的喜悦的那种心灵氛围里面。所以他不是宗教，这个不是宗教，这是心灵从各种层次的那个束缚里头顿然之间掀开来的那种解脱自在跟愉悦。那他原本问的那四个问题啊，自生他生、自他共生或者无因生，那就什么呢？在2500年前的那个宗教界，对于生命现象的四种不同的说法，所以那四种不同的说法等于怎么样呢？对于这个和尚尼，他怎么样？他心没有办法接受，但是那些是权威，而他自己不知道如何去解开这样的疑惑，所以才去请教优陀夷。那优陀夷一跟他这样讲，你看哦，要注意这个一教解的美感。你看优陀夷都问他是不是这个样子，当他在问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不是说你要相信我的意思哦。你看他问说是不是要有眼啊，哎，然后要眼住啊，才会有受生起啊，那是怎么样？诉诸什么？诉诸闻法众听法者自己的当下的身心经验，那么让他去自知作证。啊，所以他对于你看他体会到的，对他来讲就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拿走的了，因为这是他怎么样呢？他自己确实经验到，原来我所经验到的生命现象呢，一定是源于我在六根处境的当下他升起的。所以他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所以不是无因生，也不是外力去创造而生，也不是自力自然而生，也不是自力跟外力共生的。所以你看他当下就解除了2500年前那些主流的那些宗教思考的那个疑惑，而怎么样呢？顿入领悟了生命实相，领悟了生命实际的运作的那样的一个方式跟呈现的样态。对，那所以他一定很开心啊，他会很开心啊，因为他看到真理啦，啊，所以他一定是怎么样，充满喜悦啊。那自此而后他怎么样？你看他没有那个疑惑了，所以他的生命一定变得怎么样？自在，比之前自在轻快很多，有没有？走路可能就变得背啊，你知道吗？他就变得生命就会变得轻快，然后所以他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剩下来的就是依据这样的宇宙性的实相的领悟来怎么样呢？消融自己原本的不恰当的那种投射，那我们叫做什么？就那些业力习气的习惯性的反应模式啊，哎，那这样在干什么呢？那怎么消融法呢？所以他就变成怎么样呢？随时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对不对？正念、正知、正念六处入出，哎，就等于正观当下嘛。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就等于开始学习，依据他所领悟来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在生活上呢，怎么样把它活出来？那活出来它怎么样？它不是一个概念，哎，活出来它是一个实际在自己生命的流动当中的一种呈现。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呢？学习活在当下，活在实相里面，过一种觉悟者的生活。啊，那过一种觉悟者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我们所领悟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真理，然后在生活上面怎么样呢？看到不恰当的投射，就能够怎么样？随时转向或者断除，直接超越，让自己呢怎么样？
让你的身心呢，就是更全然的能够浸在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好，那这样清楚吗？好，那我们现在用更简单、更现代的话来讲是什么呢？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譬喻的。当你看到实相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自身。你看到这个自身是什么呢？就像大海里面的一个波浪。你看到自身呢，只是这个波浪。而这个波浪是什么意思呢？它一直都是大海当中的一个波浪。所以这个波浪呢，它从来就只是海水。而这个浪呢，它只是一个因缘条件底下的显象，但是它一直都是这个宇宙性的海水，这个宇宙性的能量。那你如果你看、哦、你如果说在你的心灵里面，透过你看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你的一根有没有？那么触到境界，你看呢、啊？根、触、境界升起，对境界解读，你注意去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脱离能量的波动、能量的震动，有没有？能量的推动，而是在整个能量的波动当中，我们在做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讯息的交换。那不了解的人，他现在他的自我意识里面有没有？然后现在他的那个狭隘的那样的一个黑暗世界里面，跟这整个实际在发生的有没有宇宙性的能量？他在什么？他在对抗，他很像螳螂在挡车一样，有没有？但是你如果了解，你会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本身，比如像我现在讲话，你想一下啦。没有这个天地的能量能发出声音吗？其实就这么简单啦，跟你说提就这么简单啦。而且你要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看呼吸，你说光这个呼吸的现象，你以为你能操作它？这个消化系统的现象，你以为你能操作它？这个排泄系统的现象，你以为你能操作它？你以为你能控制它？里头的神经系统，谁能控制它？里头的免疫系统的运作，谁能控制它？你看不看？生命奥秘，奥秘，这就是宇宙性的奇迹。那你真正看到了，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所以你无时无刻，事实上是这样哦，你无时无刻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宇宙性的能量的波动里面。每一个片刻都是，每一个片刻都是，有没有？所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能够愿意，就是你愿意活在当下，能够就是你能够摄心， 对，然后安住在当下，你就能够做件什么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这个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你是一个波浪，但是你在做一件什么样的工程呢？你是随时可以从这个整个大洋、整个海洋有没有汲取这种宇宙性的能量，去做一种当下的适当的呈现，有没有？这样能感觉吗？而且这样的生命才会开始真正进入一个自由解放，有自由，有自我解放。我们说解放是现代词，传统叫做解脱，对，心灵开始能够自由，然后懂得去释放了，所以才会怎么样？才会有真正的喜悦嘛，干不起。那不然平常我们会活在某种恐惧跟不安里面呢？我问你一下好了，有没有谈过恋爱的？
你看都谈过恋爱，对不对？好，那我再问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当爱发生的时候，那什么状态？那个爱的感觉，都忘记了啊，那很可惜，你回去慢慢想，去追寻，去把那原本，比如说，哎，第一次感觉到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个爱的那个感觉，那是很特别的。你看，在那样的爱的能量升起的当下，有没有？不是你让它升起的，也不是对方让它升起的，是在那种因缘条件底下，一种天地之间绝美的能量它产生。那在那样的状态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自我是被消融掉的，那里头没有自我，只有那种很愉悦的、很美好的那样的一种能量，它在那边流动。啊，所以其实在我们说，在人类历史这种灵修的历史上面呢，有两路，有两路。佛法呢，它是从智慧进去；基督是从爱进去；苏菲也是从爱进去。那都能够让那个修行人呢，通达这个宇宙的究竟实相。那我现在讲好了，你看，在那样的一种爱的氛围里面，你发现它就只是，有没有？它就只是能量在那边流动。所以有一个诗人呢，我那时候小时候也是不小了的，那大概是不知道国中还是高中，就是德国的一个文学家歌德。他后来不是四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女生，他好像十几岁下绿地，后来写成一本书啊。然后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而难解的话，男女理解的话，他说：“我爱你，但是呢，跟你没有关系。”很难了解，对不对？我爱你，但是跟你没有关系，这就是真正体会到爱的人。那我们一般是怎么样？我爱你，所以你就怎么样？我爱你就是要让你来让我爱，而且呢，你要爱我。但我们那个状，那个其实不是爱，那是一种爱，是某种激发起来的某种状态。但是呢，因为没有去含蕴它，所以它已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一种执取，有自我意识加在里面，它已经不是爱了，所以会变成贪爱。所以就会想要去控制对方，直取对方。但是你看那时候歌德他看到了，诶，爱升起其实不是属于你，也不是属于我，而是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那个能量它产生。不然你注意看嘛，有没有？为什么恋爱都很难得，有没有？我们你在街上会看很多男人，也会看到很多女人，有没有？但是他们对啊对都不会对上眼，有没有？但他对上眼，那个对上眼的时候，那个升起的那个感觉，啊，那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因缘。当那个爱情发生的时候，但是我们一般不了解，爱情一发生之后，我们会怎么样呢？会变成进入，变成欲望，爱会退到欲。变成爱欲，所以就会想要去抓取对方。那修行人他不是这样，爱升起之后呢，他会提升，他会变成爱智，在爱里面有智慧，也不感官哦。那我们一般我们世间是会堕下来，他会，所以那个他们说恋爱叫做什么 falling in love， 不掉下去，落雷变成那种落入情欲里面。但是修行不是这个样子，修行是你看到那股爱的能量，然后以那样的能量呢去洞察，去产生对于这个宇宙实相的一种洞察。因为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宇宙能量本身就是爱，所以德雷莎会那样，所以耶稣基督会那样，所以佛陀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但那个叫做事无量心，因为那就是一种宇宙之爱，所以他不会让别人痛苦，他希望别人，任何不止别人，他会希望任何众生都能够快乐，
那任何众生的喜悦呢，他都会感觉到众生的那个喜悦，那他的心呢，你看他都没有抓取，看到没有，那个是爱，能看到吗？真正的四无量心是爱。你们不容易那个恋爱忘记了没关系，那你们有生过小孩吗？对不对？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看着他抱住他的时候，你看你升起的那种愉悦，你不会想要去占有他，有没有？你看到他是一个那么纯净的那样的一个生命，你只是怎么样，那就是爱的流动，你只会希望他快乐，你只会希望他安好，你只会希望他安全，有没有？然后你看他的笑容会让你很开心，但你对他呢没有任何一点抓取，是无量心啊。你看爱，那个就是爱，啊。那你想一下啦，体会一下，那你回头你看，当你的那个远古的你们那个远古的恋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那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其实不就是那样发生吗？看到没有，他就那样发生。但是你看哦，懂得去守护这个的，守护这样的一种氛围，去领会他的很少很少。世间哦，仅就其实很少人能够真正自觉性的去含蕴这种爱的能量。为什么？因为绝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哦。西方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做很多的那个探索。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啊，哦，那我跟我那个女朋友啊，我们都喜欢研究爱情哲学。啊，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时候看就都是很表面的，因为也实在是太年轻啊。那经过这二三十年的这种修学，才知道说这么一件事情，哦，你看呢，哦？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小孩，那原本那是一种纯然的一种爱跟关心，爱，但是我们就马上进入一个状态，哎，他如果没怎样的时候，他可能未来会就会怎样，好不好？一种厉害的观念他就进来了，然后你马上你会发现你当下那个纯然的爱的那个流动，啪，它马上会被阻断。然后你进入一种因缘与你对未来的恐惧所产生的，就变成对对方做某种要求跟驱策，在这个时候爱就没有再流动了。那你赶快来，这要有比较敏感的心啦，有没有？那你刘太太一定会说，我就是爱，我们才得叫他这样，好不好？不是，这个就很难体会的，你这个就是很难了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爱就只是爱，爱不会有要求，很特别。爱就只是爱，爱不会有要求，在爱里面呢，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自觉性，他进到一个怎么样呢？他会有一个溶解，自我意识的溶解，所以他会对方呢，对这个爱呢，他会产生一种信任。所以我爱你，但是跟你没关系是什么意思？我不会想要去抓你，我不会想要去控制你。我不会想要去占有你，但是我爱你，有点困难，对，这就是爱很难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呢？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诗人或者一些那个神秘家，那些修行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哦，爱呢像一朵非常纤细而脆弱的小花，你稍微粗糙的心呢，都会让他受伤。事实上是这样。这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那个，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有时候会有一些感伤的哦。感伤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说人类有没有，他还在学习，没有办法。还在学习，没有办法。所以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觉悟的时候呢，只有在觉悟的时候，那种生命的全然释放的那个能量
它会升起，爱的能量才会升起，不然我们会活在自我意识里面。那一般人他是借由什么呢？很多特殊的那个因缘，比如说，他们说我们说好像那个王八对绿豆一样，对上爱升起，但他不知道，他一下子就进入，他一下子就掉到情欲里面，掉到恐惧，掉到占有里面，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情爱升到自爱自，依爱而产生的这种智慧，他会随着这个情爱，他堕到什么呢？堕到情欲里面，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困难。这里头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它的发生非常稀有，然后呢，在发生之后呢，又能够很自觉性的去含蕴的非常非常之少，所以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些神秘家或者一些像很特别的那个诗人，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在那18世纪有没有那个德国的那个诗人赫德林啊，或者说像那个叶慈。他们在诗句当中，他们曾经触到过这种东西。那你看，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在这个人间式的这种生活，你看我们平常，你看我们的心，充满了很多的那个焦灼，充满着很多的那个焦虑，充满着很多的目的性，充满着很多的所求，有没有？所以平常都会很疲惫。都很疲惫，那所以呢，找寻的都只是一种说在五欲上面、情欲上的满足跟快感的这种暂时性的这种快感的满足而已。那所以很容易不自觉的把自己跟把别人当成什么呢？当成情欲的这种工具。那他没有办法在两性之间呢，很自由的怎么样让那个爱的能量流动。所以小三问题会这么多啊。知道吗？今天是墙比较深了，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说觉悟，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呢？觉悟不是一种干枯的东西，它不是干枯的东西，也不是跟他宗教改那款感觉，不是。当你觉悟的时候，是你顿然之间去看到这种生命的完整性跟能量的洋溢的状态，因此你的心呢，它是充满爱的。所以你才发现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佛陀他们会变得那么慈悲？然后那些阿罗汉他们为什么那么慈悲？那些修行人为什么那么慈悲？其实是安内来的，那不是境来的。因为呢，他的心呢已经对这个宇宙实相去敞开，所以他内在里头自然有一种爱的氛围。我们说基督这边叫爱，那在佛法里头那就叫做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个不是概念，那是一种生命因缘与解开的那个迷惑，进入那个实相之后呢，自然流动的一种生命的感情。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奇怪嘞，表面上佛法里头都在谈苦，有没有？在谈苦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这个，你如果不如实知宇宙生命的实相，就会苦，你就会去抓，你就会苦。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如实知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所以不再抓取的时候，你看那个苦就灭了。所以佛陀说什么呢？会有那种远离乐、菩提乐、解脱乐产生，因为他活在实相，而实相所带来的那种心灵安乐的那种氛围里面，而那个氛围，用现代的字来讲就是这样，爱跟智慧，其实是这样，那所以啦，他也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发生，也一样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发生，对不对？你看你爱的时候是在当下，恨的时候也在当下，一就是这样，一就是这样。那注意去感觉，注意去感觉，比如说那你如果说你遗忘了那个爱的感觉是什么了，那没办法，那就让他忘记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你有件事情可以做，当你在痛苦的时候，那个是什么？
深入那个痛苦，深入那个觉受，深入那里面的那个结构。那当你痛苦烦恼熄灭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深入那个痛苦烦恼熄灭的状态，那个结构，那个氛围，就感觉其实是这样的。你看，就我们以前谈恋爱有没有？你那谈恋爱的时阵哦，哇，那什么代志都嘛变成不是代志啊，不都天不怕地不怕有没有？就那个你活在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啊，你看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本的你对世间的那些构设、想法、计划、未来、过去什么有没有？你看它都被烧掉了，都被爱之火烧掉了，哇！那都没去，那是当下，你就活在当下。你看，那就纯然的一种爱的能量，有没有？它就完全占有你了。就说你的自我意识呢，它几乎没有办法作用，它变成呢，你这个整个生命体呢，变成会由这个爱的能量在推动。那我们一般不知道，有没有？其实透过那样的状态，领悟了就会觉悟。领悟了就会觉悟、哦、好，那个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边，有点那个让大家有点奇怪了，突然讲这个，好，休息一下了。你看刚讲的，你的心灵如果、哦、能够很自觉性的因缘与领悟到这个宇宙的这种生命的实相，因此在六处入处，在六根处境的时候，不再去投射那种贪嗔痴，有没有？你发现那个就叫做解脱者的生命。所以他六十二页他这边讲说，如是耳鼻舌身意一切时永灭无余，等于说活着的时候呢，你在六根处境的时候能够没有这种贪欲跟执取发生，临终的时候对于最后的身心境界，就是最后的六处入处的状态，都保持在这种没有贪嗔痴的状态，而平等舍心住，对，那你看它就不再流转，就生命呢就不会再有那种随着自己内在的驱力那个有序呢而去转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叫做一切时永灭无余。那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随着那些因缘条件而升起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什么意思呢？因为因缘灭了。那这因缘灭了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涅槃在佛法里头啊，他就在阿含经里面就叫做贪嗔痴灭尽嘛。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贪嗔痴灭尽是三个字，对不对？但是对你来讲，体验贪嗔痴灭就不是三个字，就会是你当下的心灵现象。觉悟的时候就是顿然之间体悟到当下没有贪嗔痴，而只有那种明觉跟了悟。所以我的意思是，透过自己生命经验的这种极境跟观察，然后你随时呢有这样的一种移情，心里头把它自觉性的像那些修学禅宗的人一样，随时有一个移情，生命的一个究竟实相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心有没有达到那种完全自由、解脱、自在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佛陀的心是什么？基督的心是什么？德雷莎的心是什么？有没有？你随时让自己的心有这样的移情，然后呢，在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就所谓六处入处的时候呢，注意去观察跟体验，这样就容易碰进去，容易去触到了。疑情啊，那种禅宗起怀疑的疑，怀疑的疑，嘿，疑情起疑情，啊，禅宗里头他们等于说，他们会想会
让你产生一个有疑惑的一种情绪，对，就是疑情而已。比如说你，比如说，那疑到底佛陀的心是什么？这是一个疑惑，对不对？你常常有这样的疑情，到底耶稣的爱是什么？有这样的疑情，然后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究竟解脱，然后充满自由自在喜悦的这种状态？你看，这是一个疑情，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当中呢，痛苦烦恼呢，它能够究竟熄灭？这是一种疑情，怎么样好？然后那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样会干什么呢？让我们比较有那样的一种因缘跟可能性的那种自觉，从原本很多杂七杂八，而且几乎大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浪费生命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呢，先才能够解离出来。无你伫这款人生境界吼，你不过一百岁，你嘛是不无咯。你就是在，因为你都在琐琐碎碎的人间事里头，随着琐琐碎碎的忧悲恼苦的境界呢，在那边转荡，心灵呢从来没有一刻导向他回家的路，从来没有这样一刻过。啊，那你没有法度讲我，你没法度讲我，有没有？啊，所以像你们三摩地这边很好啦，常常一年好像办了好几次禅修。让心静下来一下，让心静下来一下，因为我们太忙了，心太忙了，心太忙了。那你看这个婆罗门女，我再提醒这个有没有？这个和尚女他为什么会觉悟呢？我再讲一次，因为他想觉悟，因为他想觉悟，所以碰到善缘的时候就会觉悟。你如果没有想觉悟，佛陀在你面前也没有用。你会说你走啦，哎呦，你这这个人恁拢唔讨谈，有没有？伊都伊嘛是拄到这款人啊，但讲托钵人家不给他。他说：“我们农人呢，你看我们在这边耕种很辛苦呢，那你什么都没做，我为什么要给你吃啊？”啊，那佛陀跟他讲：“我耕作心田，但是没哪话都了解啊，因佛都了解嘛，因知影其实一个修行人是足无用的，伊无用唔是纯世间人无用，要得到什么？”伊唔是无用的攀缘，修行人的忙是忙什么呢？忙他必须要非常自觉的怎么样去念住，觉察他当下的身心现象，觉察他的起心动念，所以他是很忙的。你们能看到吗？静静在散步，他都在觉即身观察。那你们一般人很忙也没有错，但你们忙是怎么样呢？刚才被催眠呢。你知道吗？你们是在睡觉当中的忙，因为你的一般人的生命里面没有觉知，没有念珠，所以真无用啊，真无用。但是其实，看到你迷茫里面的无用，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在发生，你只是routine的事情一直被滚下去，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做做做六十年了，好，这样，就是迷茫。你是在一个没有觉知的状态在过人生啊，所以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啊，你没开锅啦，你知道吗？这样不会觉悟哦。这样的生命呢，不会觉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生命呢不会成长，这样的生命呢不会成熟。但是你说有啊，我年纪变大啦，有没有头发 变白啦？那个叫老化。那个叫老化，不叫成熟哦，也不叫成长哦。所以你会老，会死，这狗嘛呢，猫嘛呢啊，这动物性的性命本来就安尼。但是这不是智慧的开启，你会发现，而且常常是这样哦。我们提醒一下，有没有？如果年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智慧不去自觉性的去增上，那个觉察力不去培育它。我们是会一直被原本的大脑的那个反应模式，它会越来越僵化哦，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的反应机制会很坚固，好不好？另外脑灰啊，好不好？他讲嘛是遐，看法的脾气嘛是遐，他就那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模式，就是那样而已。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他的脑内的那个机制呢，有没有限制住了？那个机制已经僵化了，
那我们透过修学不断的去注意到自己到底在干什么，那叫培育觉知呢。那你培育觉知才有办法怎么样呢？你看你培育觉知活在当下，那你才有办法有那个机会有那个因缘转化原本的那个反应模式啊。所以呢，带着觉知的生活才有可能导向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啊，不是刚刚老化而已，有没有？只是老化，不会有生命的成长，不会有智慧的开启，有没有？你看，像刚刚，大家都说那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那表示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但是问说大家那个记不记得那个爱的感觉，没有人记得。哦，那记得就好了，那就有救。更深入的怎么样？对啊，你有那样。亲情的部分。所以那里头要有智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就要自觉，所以就要有觉知，所以你就要觉知。你看，你第一个你要去觉知，哎，比如说我们刚为什么特别举呢？哎，你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你当下的那个感觉，你没有想要去控制它的，其实你也没有想说以后要怎么样，没有的，只是那么美的那样的一个心灵的那个能量，它升起了。那当你抱住一个刚诞生的那个小孩一样的那个状态，但是为什么会变成烦恼痛苦的来源呢？好不好？本来恋爱是很漂亮的，到尾你看恋爱都变痛苦。本来生一个孩子，像我们说在基督教里头，那是一个上帝的礼物啊。但是你发现，到最后礼物都变毒物，好不好？像都孩子在自己害的，是不是？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是这样。哎，这很难修的啊。对啊，那 这里就是问题啊。所以等于说你要能够清楚的去有没有去领去觉知，在那个当下里头，你到底是用恐惧在对待，用折求在对待，还是呢活在那个当下，依那种善向正向，我们说那种爱跟关怀的那个能量呢，在回应他当下的状态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觉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陷入自我意识的那个恐惧跟执取里面。我跟大家这样讲，就是说希望是在提醒一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学佛法都把活法当作那干枯的叶子，不是啦，不是。学习的佛法之后你会发现，所以在佛法里叫做甘露啊，甘露，甘露，他每天都在饮甘露啊。因为他每天都从宇宙里面感觉到那个宇宙的爱啊，宇宙性的这种智慧啊，所以有这甘露啊。那你们现在一般人都活在痛苦里面、烦恼里面啊，啊，那在宗教界里头的那个觉悟看起来也没怎么个样子，有觉悟跟没觉悟好像也差不多。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不是真正的那个觉悟啊。那所以。这个问题以目前这样的状况你比较难了解啦，因为第一个对于自己的那个生命要自觉性的去培育那个觉知，其实这就是四念处，对于当下自己的身心现象起心动念呢，自觉性的刻意的保持那个觉察，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呢是怎么样，是源于痛苦烦恼而来的，还是源于什么样，源于智慧或者爱而来的。那你刚好都了解啊，也是要体会不到，对吧？我说你看我现在这样一个念头，念头背后比如说一个念头一个观念的产生，或者我要
我要跟他讲这样一句话，那我讲这样就我的目的性是什么？我为了什么？我因缘于什么而讲这句话？是因缘于爱，还是因缘于我内在的恐惧？这你也我都自己知道嘛，对吧？你若不知道就没得啊，叫这个意思吗？所以平常就要很自觉性的去修炼四念处。那透过修炼四念处的过程，就是我们说培育觉察力啦，现在简单讲就是觉知。所以呢，能够随时对自己一种负向性的心情，有没有负向性的念头，我们会怎么样呢？觉知它，对，但是呢不会去抗拒它。对于发生在我们的六处入处当下的所有的生命经验，学习保持觉知而不谴责，就等于冲下面啊！你刚才意思，其实这里是一种很深的领会，是什么呢？开始在学习，很自觉性的在接纳生命。痛苦的时候，我觉知痛苦，吸气觉知苦，吸气吐气觉知苦。快乐的时候，我觉知快乐。不苦不乐的时候，我觉知不苦不乐。忧愁升起的时候，我觉知忧愁。烦恼起来的时候，我觉知烦恼。我没有因为痛苦或者痛苦而在引生那个抗拒，我没有因为快乐而再去引生那个贪执，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在培育那种觉知，其实这叫做觉性嘛，这就是一种觉性。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益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你会开始松下来，你会开始学习自觉性的去接纳你所有的生命经验。那包括什么呢？哎，原本过去你抗拒的，有没有？它现在升起的，觉知它，有没有？吸气吐气，它变化了，觉知它，吸气吐气，你就变成带着觉知在看你的生命，在经验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怎么样呢？你看那个生命的深度才会出来。你这不在迷茫了，不然大多数是在迷茫。你看过去的名言给你看掉了，你因缘于过去的这些忧悲恼苦，或者说你的那些种种记忆的印痕，所以在出到现在的境界的时候，依那个过去的那个状态在做反应，不是在迷茫，就活在梦里面呢、啊。没有觉知，你看你没有觉知，然后都被生命经验的那个模式控制住，啊，其实那个模式就是生命的魔咒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你这样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啊，那没有那主流。年轻人，你们比较有机会。你这样怎么自由呢？看到没有？对不对？啊，所以生命就会很累啊，越来越很累啊，会累啊。那你看，那这样，那我再问一下，那你看，那你这样怎么会有爱呢？看到没有？你很疲惫啊，疲惫的生命怎么会有爱呢？你们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嘛。爱的那个当下是非常非常之鲜活的，那个能量是很特别的，很洋溢的。那我们总很疲惫啊，啊，所以那你疲惫的心有时候触到，有时候那在一些有一些宿世的因缘触到之后呢，哎，好像那个很短暂的那个爱的能量升起，但它很快就又消失了，啊，甚至它又变成你记忆里头的一个觉受，所以你要去寻找那个快感，啊，所以呢很多问题就会产生，知道吗？哦，所以如果说啊，想要过一种比较自觉性的一种灵性的、有觉性的、有那种爱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就要开始自觉性的培育对于自己生命的这种觉察力。好，是这样。好，那我们只这样可以吗？先这样了哈。我们看那个一个很特别的一篇经文。210页，这篇经文我希望那个同学可以好好的去参究，你看它真的很特别。我简单先这样讲，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它这个偈言。我这样听闻，有一个时候佛陀在这个弥悉罗园的安罗园里面，弥悉罗国的安罗园里面有一个叫做婆斯刹婆罗门尼的，你看他怎么样呢？连续死了六个小孩，有六子相续命中。小孩子死了，因为他当然很伤心啊，念子发狂，
怕死了，这样伤心到起笑，那结果怎么样呢？裸行披发随路而走，就他发疯了嘛，然后他就没穿衣服啊，然后披头散发，然后有路他就乱跑乱跑，随着路这样跑这样啊。结果呢，他善业现前了，有没有？跑到弥西罗园里面去了。那个时候呢，佛陀正在，很多人围绕着他，佛陀正在说法。那个婆斯萨婆罗门尼呢，远远看见佛陀就怎么样呢？看到佛陀那种极尽那种身形，那就怎么样呢？即得本心惭愧羞耻，念身蹲坐，庄学勇就醒过来了，就坐，因为他脱光光的嘛，所以他就怎么样就坐下来，有没有？然后这样觉得不好意思啦，那佛陀就跟阿难讲拿你的那个外衣去给那个婆斯萨婆罗门尼，让他听法这样。好，那阿难呢就遵从佛陀的教法，拿衣服拿那个外衣给那个婆斯萨婆罗门尼披啦。那他披好以后呢，就到佛陀跟前来那个坐礼之后呢，坐下来听法。佛陀就为他说法、开示、教导、照明，令他的心喜悦，就是像平常佛陀说法这样说次第乃至呢信心清净，受三皈依，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佛陀所说的，在阿含经里头记录的所谓说法次第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想要求升天，所以佛陀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呢？持戒布施然后你就能够累积升天的福报。然后呢，但是呢，佛陀就要进一步讲，如果他有那个有想要进一步的那个听法的，佛陀就会跟他讲，但是呢，有这种喜乐的天报也是怎么样呢？无常生灭的，所以呢他是不牢靠的，所以进一步怎么样会教他离欲贪，然后去教导他对于四圣地做修观，闻思四圣地。好，这就是佛陀原本说法的次第。那你刚听有意思吗？就说有的人，比如说他们想像我们三摩地很多朋友，对他们，你们是希望说多对于世间做这些慈善，累积自己的功德，对不对？然后有这种人天的这种福报，那佛陀会跟你讲这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们随时在布施，那他可能提醒你说所以要更注意自己的这种身口意行的这种品质持戒啦，意思是这样。那如果说你们想要进一步，佛陀就跟你们讲说，但是呢所有的这种果报，对他都怎么样，他都是缘起的，它都是原生的，因此呢随时就那样是一个变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自觉性的去领悟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进入四圣地的这种思维，然后有的呢会透过这个过程就见法开悟，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样所以呢他等于是说他得到了那种怎么样，后来他获得了那种信心清净。信心清净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人的心灵如果对宇宙实相没有彻底的这样的一个领悟，他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信心。这样你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你一直有一个自我感所以你信不下来，你信不下来所以呢心会一直摇动犹豫不安，所以没有办法去体会到那个什么叫做心清净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等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婆斯萨婆罗门尼一不乃起笑，然后看到佛陀整个醒过来了，听佛陀说法，佛陀知道他当下的状况，然后开示教导他，结果他见法了啦，觉悟了啦，跟公开过然后离开。那后来呢，你看那婆斯萨婆罗门尼后来呢他又生第七个小孩，结果又怎么样？忽然又死掉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都没有啼哭，也没有忧悲恼苦了因为他之前他觉悟了嘛那他这个先生呢，这个时候呢他先生就觉得很奇怪啦，他就问他说之前小孩子死掉你都会怀念小孩子，心产生忧悲恼苦，然后常常呢昼夜都不饮不食，甚至呢发狂，然后你现在呢第七个小孩子死了，你怎么都没有一种忧伤跟愁苦的现象产生呢？那婆斯萨婆罗门尼就说这样的偈言来回答他，你看很了不起的儿孙有千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累世的这种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对，不知道有过几千几万个儿孙了，都是怎么样呢？注意听
你看因缘和合而生，体会深一点，你的孩子，你的孙，其实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看我们自己就知道，有没有？爸爸的爱欲，妈妈的爱欲，有没有？爸爸的能量的输出，妈妈的能量的输出，在因缘条件底下，有没有一颗受精卵的形成？在宇宙性的缘起的条件底下，胚胎形成；在宇宙性的能量的灌注底下，慢慢变成一个胎儿；在宇宙性的能量的灌注底下，变成一个婴儿。看我，整个生命，看到吗？整个生命是非常复杂、多层次、多面向的宇宙性的因缘条件的和合。我为什么在这边特别强调这个？所以生命是奇迹。我们在佛法里头，那些宗教师好像认为啊，生命是苦，好像那个生命没有意义，就是好像他就来受苦的，没有意义。我告诉你，那个错解了，那个真的是错解。佛陀在讲苦的这一面，是在讲你无明的时候就会苦，所以你会抓。那你如果不去抓的时候，你如果明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呢？整个生命就是宇宙性的能量随各自众生不同的因缘条件的一种显象，而且呢不断的在做讯息的交换。生命是非常伟大的，这样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但是你看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你看你不会去执取生命，你不会以为生命是你去固守的，叫这个意思吗？你就看他说原来不是你在生，是因缘在流动，原来不只是因缘在流动，是这个伟大的，有没有，无所不在的宇宙性的能量，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有没有讯息彼此之间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交换，所以它就形成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那种生命现象。累世以来，对，千千万万的儿孙就是这样产生它，像这个意思吗？在讲的是这个，但他怎么样？长夜已过去，我与君亦然，我们都这个样子。我们曾经有千千万万个儿孙，而我们可能也怎么样呢？当过别人千千万万次的儿孙。要这样看，有没有啊？所以他这边又讲了，子孙其宗族有没有数量可能是无限的啊？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比如可能是孙子跟公公，或者老婆跟先生，有没有亲族？但是呢，又可能随着各自不同的业力会怎么样呢？彼彼所生深处更互相蚕食，变成专舍底部赶快的更改，好不好？然后你看，那个可能之前或者在某一世的妈妈，这一世呢，她变成一只那个转世的因缘条件，有没有变成一只鸡？对不对？那你看你就吃到鸡肉啦。更相互蚕，就是在讲这个，更相互蚕食。所以这在讲什么呢？缘起，所以无我无我所，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没有谁在这里面，知道这个意思吗？所谓的谁，比如说你说啊，今天这个时候这个卓荣德，这个卓荣德什么都不是，你要知道吗？卓荣德三个字是一个假名，实际是什么？五阴的流转的现象，对不对？身心的流转的现象，而身心流转的现象实相是什么？宇宙性的能量啊。那为什么会流转成这样的一个身心？有它的讯息的条件，就是因缘条件呢，就只是这样，这叫做因缘，这叫做缘生，所以这是无我无我所的，有没有？不是我也不是我的，这样你们能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从这里头去看到什么呢？所以小孩子不是你的哈，你不要以为小孩子是你的，你也不要以为你是你的。重点是这个，当你真正知道你不是你的，就是破除了这个身见之后，你就知道小孩子不是你的。因为你看到自身就看到什么？宇宙性的能量在某种因缘条件底下的显象。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出去搞不好我撞车子马上就死了，那你以为他在哪里啊？你以为他是什么？
垂危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而已嘛，有没有？那它会随着，比如说假设我死的，那随着我当时候的那样死的时候的那个当下的那样的一个心事的品质跟状态，原生又某种，比如说它又原生成某种那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就这样而已啊。但是那样的一个生命形态跟这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它不是同一的啊，一是一个缘起的条件啊，啊，好，那你看呢、啊？成分就是这样啊，好，所以他就说了，若知生药者，就是生命的这个药道，就是生命的这种缘起的这个真理，你怎么会再去产生忧悲恼苦呢？我已经知道出离之道，知道生死存亡相，这个很深。生，这样清楚吗？生不是你在生，是地水火风空势在适当的因缘条件的显象，而地水火风空势我们称之它就叫做一种宇宙性的能量。那现在在科学上有一种叫做全息理论、讯息理论，有没有？那就在适当的讯息的交换当中它就会显象了。所以死不是你在死，是地水火风空势这个宇宙性的能量在那样的一个因缘条件底下的讯息的变化，所以死的现象发生，不是你在死，这个叫做知道生死存亡相。那你看你现在所谓的你现在的存续，你如果观察细腻一点，你看像我们每一个片刻啊，你看我这样的一种讲话，这样的一种身形，你看你这样，你们自己这样随时的吸气跟吐气，你如果仔细观察安静下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呼吸的脉冲都不一样，每一个呼吸的全身的觉受都不一样。那你就又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你是从外面把能量吸进来啊，然后再把能量从里面不身体不需要的能量再吐出去啊，你看你不断的在这边交换啊，你以为你是什么、啊、看到没有，生命它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生死存亡相它怎么样，它都是缘起的、啊、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件事情，是身体要呼吸，不是你要呼吸。所以呼吸它本身就是一种宇宙性的现象，吸气是宇宙性的现象，吐气也是宇宙性的现象啊。那原本佛法告诉你说这是缘起的啊，缘起的当然是缘起的、啊、那我们现代人我们可以等于说用一种比较让大家有现代感的，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为什么会特别提醒这个，以前我还特别我们用两堂课的那个时间、哦、然后让同学去观呼吸，然后请他回，然后下课那个才来问、哦、就请他们回答问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你的呼吸的现象，呼吸的现象是你的现象，还是呼吸的现象是宇宙性的现象？你的心如果解开了，其实就觉悟了，你就会发现你的一呼一吸都是宇宙性的现象，你的整个生命的流动都是宇宙性的能量在流动。怎么会不觉悟呢？一定觉悟。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一般的心，你若无法度逐渐到这款程度，然后用心到这样的程度，我讲过去你也只是听过去，当作一半的笑话而已、啊、你会说怎么是呢？呼吸是我在呼吸啊，怎么会是宇宙性的现象？那你看每一个人的呼吸一不一样，你看你跟小猫的呼吸一不一样，然后你以为这些呼吸是你设定的，有没有看到吗？这整个身体都无我，无我所，它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底下，有没有宇宙性的能量在做讯息的交换而已。对，那所以呢，你看呢，那佛释迦婆罗门尼他了悟啦，所以他就不会再产生，有没有？对于人间世里头的生命的所谓的生或者说死产生忧悲恼苦，为什么？入佛正教故，
正教不是佛教的意思啦。哦，如果说哎，入佛正教就是佛陀所教授，其实他不是在讲佛教，是怎么样？佛陀的真正的教诲。佛陀的教诲就是在教导，让你的心活在宇宙实相里面呢，有没有？所以你看，他从正见缘起，对，然后呢，转起四圣地的法轮经，都在干什么？拢唔是在叫伊信你。其实佛陀从来没有在建立宗教，从来没有，佛陀都只是在传达真理的讯息，然后让众生有缘的人有没有怎么样透过听闻他的这种讯息，然后去义解心开觉悟，然后成为一个解脱者。哎，那你们现在要慢慢去感觉解脱，不是说我就回想这样的解脱，有没有？也不是说你过这样的解脱。哎，解脱就是解脱，哎，干我就是干我，有没有？觉悟就是觉悟，没有在家跟出家的分别。但是呢，你如果变成要进一步过一种，其实我们现代人是比较算是比较有可能的自觉性的过一种灵修者的生活，其实他没有在家跟出家的分别，他就是一种灵修者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在六处入处的当下，有没有不断的去觉知跟检视自己的当下的这种起心动念，然后让自己呢，让自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品质，随时都进入这种宇宙性的相应里面。其实这就叫做，这就是瑜伽。古时候的瑜伽就是这个意思，瑜伽就是相应，与什么相应？与真理相应呢？啊，那就是出家也可以啊，在家也可以啊，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事情在中国的那个禅宗里头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有那种在家的那个所谓的在家的这些居士呢，他们甚至连那些出家的那个禅师呢都要怎么样，都要敬畏三分，比如说富大士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他有两个女儿，而两个女儿呢也都是大禅师，都是觉悟者，知道吗？在家的修行人呢，我们说用现代话讲叫做灵修者嘛，啊，他是这个样子。好，那你看呢，啊？这就是婆斯赞婆罗门尼啊！啊，所以那来我们来看这个，他这样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心啊？你看，你如果说，哇，我谁哪个死哪个得起来个死哇？你看谁有几个人受得了啊？看到吗？那他为什么？哎，第七个生了又死了之后呢？你看他没有那种不必要的忧悲恼苦，那种痛苦烦恼升起，这什么意思呢？啊，你看咱这意思哈，你看他的心是对整个缘起的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是敞开的，有没有？虽然生不是他在生，那样的因缘条件让这个生命生，虽然死不是他的孩子在死，是这样的生命现象呢，一个死的现象发生，他能怎么样吗？不能怎么样啊，这样了解吗？那你看这个不能怎么样，这是什么呢？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讲一件事情，其实那件事情很重要。当一个人真正觉悟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自觉性的对这整个宇宙的运作呢，产生一种非常深的臣服的心。婆斯塔婆罗门尼就是这样，他的自我意识在面对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你看他没有升起啊，所以他不会掉入那个忧悔那个忧苦里面。因为什么？他没有抗拒。为什么他没有抗拒呢？因为他活在宇宙性的实相里面，他没有那个自我意识在那边作怪，看到吗？那我们一般人会，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安尼讲，你就是家己拢无惊，没生过惊，哈，啊，没死过惊。”我碰到有一个妇人，她刚死小孩子，然后她就一直这个样子，她一直要把自己限缩在那种很深的那个悲苦当中，然后她一直强调说：“哎，我就是没有生过小孩子啊，然后没有死过小孩子啊，比如说这样。”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要那个样子。
那我有办法吗？我没有办法。我有没有生过小孩子，有没有死过小孩子，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下，你当下的那个忧悲恼苦，那个结，它结在哪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讲一件事情，请大家不要那个卖避免啦齁。我当时啊齁，人的痛苦是一种骄傲，你知道吗？事实上是这样。人的痛苦，有时候人的痛苦是一种骄傲，他用他的痛苦来证明他的我慢，来表示他的我慢，他用那个痛苦来表示我很痛苦，你知道吗？那能怎么样呢？没有办法怎么样。那我们会知道怎么样呢？那这样就是还要再多受苦，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是你如果了解生命的实相，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那里头你凝聚的那种讯息，就会去形成那些缘起，然后呢就是不断的再去经受那些苦难，直到怎么样，苦难开解。但是能够从苦难开解的人是怎么样？其实少数就手，那要能够有很多的那个善业，这就是佛陀讲的修学的那个次第啊。所以要怎么样？懂得去持戒，那基本上你能够持戒，就有那个接近人界的这样的一种善业嘛。那如果这以持戒做基础，又加上适当的这种去布施，福利别人，也福利了自己，所以我们说就变成以人界的这样的业报进一步提升，有那种天报嘛。那你有天报的这样的基础，才会再看到什么呢？在这样的乐当中，在这样的善报当中，好像也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才会怎么样呢？进一步去探寻生命的这种究竟真理。所以其实我们在人间世里头碰到的这些法友啊，都有某种程度已经累积了相当殊胜的这种善业跟条件，但是因为此事的业缘或者情缘的那种覆盖，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进退退，甚至呢没有办法呢，大部分啊没有办法一路向前。那没办法，那就没办法了，是这个意思。我在讲的就是，所以呢，懂得自觉性的去珍重自己的善业是很重要的啦。好，那你看，那这时候我们来想一想，那菩萨婆罗门你的心有没有？你就看到了，他是对这整个缘起的宇宙的实相，带着一种完全臣服的心。啊，你看到不？所以他不是没爱惊哦，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什么呢？他们就像那个基督教一样，如果上帝要给我一个小孩，那他就会给我。如果给了我之后呢，他又带走，那一定是也一样是上帝的美意。就这样啊。所以他完全领悟了，这个生命的这个究竟真理。他看到说众生彼此之间的那个因缘，比如种种的亲属关系，甚至有可能还是会互相蚕食啊，因为这不是谁在做主的，业力的讯息不断的在互相交换，有没有？然后在这里头都有各自的可能，种种的可能性。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呢？对于所谓的生，对于所谓的死，或者对于所谓的自己的眷属，自己的儿孙，所谓的自己的儿孙，有没有？他就知道没有自己，就只是这些生命的现象彼此在怎么样，在交错，在互动。那甚至怎么样呢？你看到这点，又看到一个很精彩的现象啊！这前面六个小孩子造就了一个开悟的婆斯刹婆罗门尼，有没有？这就是六个小孩子跟他之间的因缘啊！所以之前我们有同学啊，我们有跟同学讲，有没有？在整个生死轮回的长河里面，其实眷属往往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团，而且呢，你就是要这样看，你才有办法从此世的这样的种种的这个眷属关系里头去找寻什么呢？你才会去读，
跟他之间这个样子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成长性的讯息呢？我跟这个孩子这样相处有什么样意义呢？有什么样的讯息呢？我跟我的太太这样相处，我跟我的先生这样相处，我这一趟人生，我跟我妈妈之间这样相处，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讯息呢？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你才会自觉性的，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间的这些眷属里面呢，找寻读出它具有成长性的意义。然后呢，你才有那个机会，有这样的自觉，用一种成长性的观点去回馈你的眷属。啊，这不然怎呢？溜溜的哦，规挂拢倒退路，那你才有办法这样。甚至呢，因为你的觉悟有没有拉着你的整个生命的成长团在这一世里头向前走？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些那个佛教界有流行一句话有没有？一人得道，九族升天，这不是假。一人得道，九族升天，这不是假。一个人觉悟了，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这种觉悟的氛围带给他周边的眷属，可能是他的小孩，可能是他的太太，可能是他的先生，或是可能他的某一个朋友，都有可能。那这种觉悟的能量，这种觉悟的氛围呢，它就会在他的眷属里面产生生物化学变化，生化变化，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那个机缘带动他这个眷属呢，开始呢迈向这种成长之旅。生命是这么的奥秘啦，生命也是这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一般困缩在无明的自我意识里面，然后再加上宗教师对于佛陀的智慧，对解脱者的智慧，对灵修者的智慧的一种雾里看花的那种诠释，让这2500年来佛陀的智慧其实淹没不彰，是这个样子。那你看很清楚啊，你看怎么会苦呢？看到没有，一个人死了六个小孩，连第七个都死，然后因为学了佛法之前发疯，然后第七个连一滴眼泪都不会再掉下来，而且呢完全一种臣服的心，怎么会苦呢？你看啊，你看不看我这一组啊，你看佛法里面蕴含的是什么？它不是消极避世啦，不是说啊，你们这都消极，你们耳福化的东西的东西失败价啦，东西安怎，不是啦。佛法里面在传达的是真正的宇宙的究竟性的真理。一个人如果尝到这个真理的滋益，他的生命就转化了。而且事实上是这样，绝对不止转化了他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样，他在这个宇宙的法流当中就变成一种非常特殊的讯息的传递者。那你说在佛法里头这个叫什么？叫僧宝，对不对？僧宝嘛，所以出家人僧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宗教啊，就是说在这个生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一个灵修的觉悟者，比如说我们不要从宗教看，你看悉达多一个，你看他的觉悟带给这个整个宇宙的讯息的交换的改变跟不同的界面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产生，你看多大，然后现在还在继续，有没有？耶稣基督他的觉悟所带来的讯息还在继续，德雷莎还在继续，那些很多的那些禅师，比如说慧能，还在继续，看到没有？性命是安慰的，学佛法是学这个，佛法是一种觉悟的方法。那非常特别的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这2500年的这些灵修者的这些传承跟他们的记录上面呢，只有这个悉达多所留下来的教法是最完整的啦，差别干了安内尼啦，差别的是安内啦。
所以他可以让一个人从原本无名凡夫地的状态历经这样的一个修学之地，他会去怎么样见法觉悟，那觉悟之后呢，自己就能够上路。那禅宗没有这种道次第，那后来的这些不管显教或者密教，道次第更混乱，他就是这样。那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真的就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这个灵修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上面非常殊胜跟尊贵的道理啦。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所以我们说，那我们何其有幸啊！何其有幸是你们自己要去想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从这里头去看到自己的善业跟因缘，然后好好的去珍惜自己此世的这种生命，让自己呢能够不断的增上，成为这个宇宙讯息的一个代言人，福利自己，福利无边的众生。所以你看，在我们说在《转法轮经》里头，阿诺居林觉悟有没有？然后天人传唱，他们传唱什么？有一句话：“减损阿修罗众，增益天人众。”阿修罗众就是比较无知，然后充满嫉妒心，就是痛苦的那种生命。减损阿修罗众，就是减损让众生痛苦的那种频率波动跟那种数量。增益天人众，就是增加那种快乐的喜悦的那个天人众生，觉悟会带来这种果报。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觉悟的人会快乐？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因为觉悟他就是会这样啊，他的生命他就进入一个不同的次元啊，他就充满喜悦啊，然后他就是有那种觉悟的能量啊，他看事情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然后呢，跟他边边在一起的人，如果相信他的人，就是能够对他有一种信任的人，他这个能量很容易就传开去啊。其实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刚讲，你看像婆斯萨婆罗门，你看到佛陀在说法，你看他整个身形寂静下来，醒过来寂静下来。之前那个婆罗门尼有没有问优陀语的那一个？因为他骄傲，有没有？虽然请那个优陀语吃饭，但是呢，就一副骄傲的样子。那优陀语知道说：“啊，你我跟你讲嘛不好，所以我都不爱跟你讲。”所以他连请他请了三次，有没有？然后之后呢，坐一个小椅子，然后问他法，就这样啊？什么意思呢？你要对他有一种基本的那个信任跟一种信敬心。那这个时候呢，又都以讲法才有用，那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呢，反正你要听我的讲，有没有？然后反正像天下雨一样，雨这样洒下去，有没有？然后呢，反正有淋到的就有淋到，没有淋到的就算了，有没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是这个样子，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自己去珍视自己这种性命里面的非常深刻的这种善法的这种因缘啊，是这样。所以去你看，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回去再参一个礼拜的。你看，死了六个小孩子会发疯，第七个死了之后写了这样的一个寄言，那这样的状态，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而我呢？有没有？我刚刚那个茶杯的没有不有没有？我刚刚用那个糟老头底下不？然后你看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没有？那你看后面在干怎么样呢？结果呢，再来哈。然后婆斯萨婆罗门尼的先生听他讲了之后呢，他说：“你从哪里听来的？”他就跟他讲说：“我是从看212页，完全觉悟的佛陀那边他在那边听来的他正在那个弥西罗国的安罗园里面，他已经永远离断了一切的痛苦烦恼，他正在演说，没有一切苦，所有的痛苦烦恼是什么？所有的痛苦烦恼怎么样聚集？所有的痛苦烦恼怎么样灭去？怎么样导向苦灭的这种八正道，而能够安稳的朝向苦灭、贪嗔痴熄灭的这种涅槃的境界？他是我的大师，我就是深入他的教法里面，而且呢，
非常的安乐，我已知正法，所以怎么样呢？能开止忧苦，我相信呢，他也能够让你止，就是指你啦，哦，那个的这种忧悲恼苦。那结果呢？好，我们就直接讲了，他这个先生呢，就去佛陀那边闻法，后来呢，很快的就证了阿罗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证阿罗汉，不要把它想成太特别。证了阿罗汉的意思是什么呢？痛苦永灭啊，所以他一定是经过觉悟，然后怎么样呢？彻底的离断对于人间世的这种贪欲跟执取，这个叫做阿罗汉。所以一定是先怎么样断无明，叫做慧解脱，然后呢离欲贪叫做心解脱，就这样。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断了无明叫做觉悟，离了欲贪叫做快乐，就不再受苦的意思。这就是觉悟者的生活，觉悟者的能量，它就是这样来的了。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了。好。